我帮啊 ，Hello， 我帮他传肚脐洞。啊哈，等一下也要传，啊这个也是，啊还有一个在那里，在后面一点点。他不是要帮你拍，你不是要帮他拍，不是吧？装上去就好了。OK 吗？看你脸这么发白，有的人会紧张啊，太紧张。对啊。这价钱很美，我猜这个位置比较好看。就好了。会头晕吗？头晕。有的人会头晕的。不管。不管什么。太紧张就会晕。啊，所以要喝一下。他不会头晕的。啊，他现在脚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过来过来。妈，扶一下他的头。也是人不舒服。我不能看。你坐那里，他给你坐。那个咋整？他有头晕了，那给他坐一下。没没。你放开他。来，来，他是路北公路去，应征的。应征。巴拉巴拉。有这样。坐到你那里。对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心跳比较快，血压比较高，会晕针哦。他说刚刚穿，正常说刚刚帮他穿的时候，就是看他脸色没有发白，这样大概要几天？
当你心跳快的时候，血压高的时候就会有晕倒。等一下就好了，等下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就是不能让客人去撞到头啊，危险。交感神经啊，就是紧张会造成的，就是不止可能打球或打针那种也会。那个不会有事情，不用再做一下。